之前在国光表演打鼓那一段呢、啊，引起广大的回响。我身高164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我的三围是32F23、34。我的兴趣就是很喜欢睡觉。那目前的感情状况是？我单身很久。那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要温柔型的，长相不拘，比我大至少5岁。因为女生的心智年龄是比男生大6岁，所以我要找大我5岁的，我们才可以差不多脑袋。怎么会对爵士鼓开始产生兴趣？因为我小时候，我原本想要吹竖笛，就是竖笛。然后我爸说吹了脖子会变粗，然后我爸是打鼓的，所以他就叫我来打鼓了。所以是你爸爸叫你去练打鼓，然后你才开始学？对，因为他以前是镇口那种咚咚。给我爸！他想要他女儿会打鼓这样。那你自认为打鼓的技巧算？就是别人教我很快就会啊，别人不教我我就不会。这样废话，有点废话。打鼓的过程中啊，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？困难就是我很常不爱练鼓。不是你的困难，就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要去猜，估计是自己单纯不爱。因为我懒散，这是困难。因为太爱睡觉了。因为你之前在国光表演打鼓那一段呢、啊，引起广大的回响。对，我觉得你蛮可惜的哈、哦，因为听说有些人就是留言不是很友善。就不是太常打鼓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才艺，啊也只有这个东西，啊拿出来又有点烂。那你会觉得看到我表演的那些指教你不开心？不啊，就真的。这是一个蛮豁达的。嗯。OK， 那你平常啊主要的工作啊是什么？主要就是在直播，可以去我的直播看我。那你的直播都走什么样的风格？都在敲木。所以你蛮喜欢敲击的乐器的。对对对，敲击的我就很快就学会了。那节奏感要怎么样训练？怎么样训练啊？就是节拍器。小时候会整天都在打鼓，早上去练团，然后晚上也在练团。小时候很艰辛，才有现在很轻松的路程。有轻松吗？感觉好像也没有认真在练啊。就你练多久？国小6年，国中3年，9年。打成这样。对于音乐啊方面的造诣啊，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打鼓的方面可以。那唱歌的部分？哦，有点难听。直播的时候还是要会唱一下，对，但是没很好听。那不如现在好听一下你的歌喉。真的吗？哇，那很难听耶！我不止打鼓打得烂，还要被骂唱歌难听，那就被骂到底吧。哪一首歌？爱要坦荡荡。爱要坦荡荡，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。要你很善良，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。刚刚讲到你打鼓嘛，今天要为我们带来哪首歌曲？八八八。听完你的打鼓的技巧，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位特别嘉宾想来跟你学一下打鼓。好，来我们司机大哥请。司机大哥，嗨，我是老司机。嗨，你好。所以第一步首先要干嘛？首先你先学大鼓好了，你的大鼓跟着我的手脚踩，踩4下，然后这个先稳定之后，然后你的右手来，右手打这边，这边踩紧。右手了，右手。
的。这边打四下，这边打八下，所以是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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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边一样四下。你听我的重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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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打他的同时，你这边不能停。原来阿古一开始就先选这个，差不多。哦，简单呢。对，差不多这样，然后加大鼓。完全错，完全错，因为你小鼓跟着大鼓打，所以要手脚分离这样子。对，要手脚分离，左右手跟脚都要同时。好，再说我打得烂啊！真的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脚踩四下，炸！他学会了，所以我们司机大哥蛮有打鼓的天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打得太简单了。今天让观众看到我们青青不一样的一面，就是除了打鼓呢，歌声呢，刚才其实我听到你唱歌真的还不错。那我们就要给青青多鼓励啦，不要在网络上一直攻击他打鼓这个部分。我们叫人家小跑步，慢慢走不行吗？节目姐啊，问人家小跑步了，直接叫人家对，原地跑步是不是？哇，配合这首歌，我们在跑步耽误了鼓手。来，爵士鼓，是他的才艺，对，他的职业是什么？这个，这Indo室内，因为他皮肤感觉白白皙。Indo 啊 ，Indo， 来 Indo， 卖鼓的，卖鼓，你啊，跳绳运动员，这什么职业？我觉得他老师，哎呦，什么老师？不知道教什么科，老师就可以。你呢？专柜，专柜。哎呦，专柜，百货公司专柜，保养品，百货公司啊，百货公司专柜，就是看到他的美色。什么美色？因为它漂漂亮亮，很适合什么美色？那不是美色吗？好，美色。两位觉得？我觉得是体育老师之类的。哦，体育老师？那我决定加入田径队。他都受伤了，你看。你跟他讲这个是百路边摊啊？夜市哦。你看，不是 Indo， 是 Outdoor。在西门的那个街上。百路边摊，那百路边摊都是跪着在那边卖。没有。不然你膝盖怎么这样？来了来了，后面有照片。我懂。瓦豆哦，一些服饰，这就是不是啊？这就是比如说走廊上旁边一个柜这样，对，窄窄的那种的，哎，不是说什么一个铺在地上那种，造型用什么都有卖，帽子什么都有卖，太阳眼镜，对啊，眼镜还有卖贴纸，可以来找我。哎，这恐龙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哎呦，有诚意了，只是衣服不对。诚意吗？哎，你卖的东西都很可爱哎。对啊，我好久没布章，卖布章哎，可以绣在外套上面。我康哥就在布章，真的，你看我全身都布章。对啊，摆摊，对啊，你摆摊摆多久了？差不多蛮没有多久，蛮没有多久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瞒着谁？就是你要瞒着谁？瞒了没多久，我哎不是。你为什么去做路边摊的工作？因为原本是我朋友在那里，然后那里对，讲话很有style。对啊，哪里人？哪里人？哪里？
你是哪里人？这里啊，这里人、欸，这里人、啊，你要这样我也没办法。台北，然后台北，然后就他可能去买个东西啊，我就会帮他顾店。然后那个老板就看到我在销售的时候就是蛮会买的，然后他就请我来当员工这样。哦，老板喜欢呐、啊，对，老板喜欢，喜欢喜欢的。没有那个，所以去顾的啦，去顾的时候也穿这样吗？哦，对，就那种穿这样吗？阿昌，阿昌问重点，重点。平常上班的时候也是穿这样吗？也是穿这样吗？没有了，不是，就是哎、欸，你这样子，人家对于你会打鼓，应该觉得很。吓一跳，吓死了！吓哦，吓死了！吓死打鼓啊！吓！啊，你这样练多久？这个？就是我从小是学管乐团的。管乐啊，管乐、這個。你以前吹什么的？什么管？没有吹。管乐不是吗？我也不吹。打击乐。打击乐。你刚刚讲管乐。管乐团里面的打击乐。哦。不会掰哦。没有，没有打击乐啊。那你以前是管乐团里面打击乐，就是打那个大鼓啊那些的。大鼓。小鼓、低音鼓很多 ，OK， 很多鼓，嗯，对，是，然后后来就开始爱上这个，对，因为很帅，是，什么是管钟啊？管钟就是很大，然后一根一根的，对，然后去敲那个管子吗？对，敲那个管子。哦，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说这样讲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厉害，博学多闻，那你怎么会打爵士？因为我就觉得很帅啊，因为就是长得很像花瓶，什么都不会，所以学一个鼓感觉会比较厉害。可是你以前不是已经是那个了吗？打击乐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才要更厉害。因为打击乐你不可能搬一颗大鼓出去外面敲、啊出去外面敲。嗯，你拿麦克风，我还平时这样拿。哎，你在 KTV 都这样唱歌，哎，奇迹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。哇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就瘦瘦的。瘦瘦瘦瘦瘦的，瘦瘦的，瘦瘦的，瘦瘦瘦瘦的，瘦瘦的。阿昌，你看我们两个都算瘦瘦的，这几位帅，哎，阿昌太帅，不行，最近很辣，不行啊，最近很辣。如果说需要鼓手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俩配他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苦。但他不一定要打现在那种鼓，他可以打电子鼓啊。对，在家里都打电子鼓，对不对？打电子，打电子鼓那种音色调一调，搞不好跟你们的表演就配在一起。哎呦，吵！而且他穿这样，嘿，记得订阅加小铃铛，拜拜。恭喜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。